我们在前面学过一个单词叫做 find， 就是好的啊，找到一个好朋友 find friend 好的 I'm fine， 我很好。那么他前面的问句是什么？ How are you？ 啊，你最近怎么样？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啊，你最近怎么样，各位同学啊？ How are you？ 那么这张导图就是关于两个人在问答啊，一个人问他 How are you doing？ 啊， I feel blue， 他感觉非常的不好，最近情绪非常非常的很低下，所以呢，然后呢，另外一个朋友就建议他去做什么事情缓解一下他这种糟糕的情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做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来练习一下中心词 ，Follow me，How， 老虎音啊 ，How are you？ 所以这个人的回答是 ，I'm in low spirit， 我现在感觉非常不好啊，我的情绪很低 ，All right，Follow me。Low spirit 就是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啊，很低下，很低迷。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哎，他的朋友就建议他 ，OK， 来走，兄弟，哥们儿，那咱俩啊，出去吹吹风，去兜风，让我带你去吹吹风 ，OK。这个时候呢，啊。吹风的目的是什么？我不让你情绪低下，所以呢，字母 B 就相当于我们的不，我不让你 low 是什么？低，情绪低下，我不让你情绪低下，所以我带你去吹吹风 ，follow me， blow， 好，这个时候呢，刚才托林老师这个练了这个 blow 这个单词啊 ，OK， 好，我们继续。好，这是第一个方法啊，他的朋友建议他第一个方法是吹吹风，这个时候或许慢慢的 OK， follow me， slow down， 他建议这个朋友啊不要急嘛，啊心情不好没关系嘛，我们出去吹吹风先啊，透透气，散散步啊，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好一点了， OK， 慢慢的 follow me， slowly do something， slowly do something 慢慢的做啊，慢慢的跟着托林老师练习。你们前期学英语练习单词在刺激嘴巴的时候一定要慢，要把每一个音都要读到位，比如说我们读这个单词叫慢速的 slow， 或者它的副词 slowly， 一定要刺激到位， alright， 好，慢慢的啊就会减慢较慢啊，他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就会来得慢一点， OK， follow me， slower。 我们在前面学过一个单词叫做 fast， 快速反应，还记得吗？早餐 breakfast 啊， breakfast， 当时我们学的这个 fast 这个单词是它的反义词 slow 形容词啊。同样的快一点较快的怎么说？叫 faster， OK， follow me， faster。同样的这个单词我们再练习 slower。 所以呢跑步啊，比如说啊我要比他跑得快一点啊，跑得慢一点啊， I'm slower than him， 我比他要慢一点， alright。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法啊。第二个方法这个朋友建议他呢，哎，去农场哎挤奶， OK， 去农场挤奶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农场生活， 可能他的心情会好一点， OK， follow me， cow， 老虎音 cow。 我们说这个牛仔很忙是吧，牛仔怎么说？ cowboy I used to dream of being an cowboy， being a cowboy， 我之前是做梦啊，梦见自己变成一个牛仔啊，戴着一个帽子，然后呢拿着这个骑着马啊，拿着这个鞭子去，就是这去套这个套我去野外套东西啊，是吧？ All right， 好，这是第二个方法，可能会减轻他这个这种心情不好的这种状态，是吧？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是怎么样的？
朋友啊，带他去看表演嘛，是吧？带他去这种很嗨的环境下啊，肚子大吃，肚子大吃，在这种很嗨的环境条件下，可能会啊情绪会释放出来。OK，follow me. Show, enjoy the show. Show, show. 我们在前面学过一个表演，一个活动叫做 activity， 中心词是 act。我说了，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 actor 男演员或者是一个 actress， you have to join in the show or the activity， 这个活动或者是表演啊。activity 我们先复习一下活动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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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挪移到这儿，活动表演啊，在这个表演当中，我们在活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是吧？ All right， showshow follow me show show 啊，当然做动词表示显示啊，比如说啊，这个通过这个课啊显示出来了啊，这个方法确实蛮有意思的啊，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方法来记单词， OK， 让我眼前一亮， OK， 好了，这是第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是什么？出去吹吹风啊， blow blow， all right，当然了，我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OK， 如果你要这样去理解，要正儿八经去理解的话，也没有办法的。All right，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去农场啊，骑奶，看奶牛。All right， 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啊，去看观看这个表演。All right， 第四个方法，回到家里面给我洗一个热水澡啊。这个时候啊，淋浴啊，沐浴这个单词 shower。OK， follow me， sh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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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a shower， take a shower。Right， 沐浴啊，淋浴 ，take a shower。那么我们在前面学个单词叫做 bath， 好 bath 哦。当时我这么给大家分享的是吧？哑着舌头读一下四川话的 bath，take a bath，bath 也是洗澡啊 ，take a bath。Right， follow me，bath bath。OK， 好，大家不要忘了 bath bath。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以记笔记啦 ，OK？ Take a shower， 或者是 take a bath 都可以啊。Take a bath， take a shower， right？ 都可以啊。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第这张导图关于 How are you 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不爽，不爽我就要去想办法呀，做三件事情。OK，follow me。How，low，low，blow。Blow 双元音的 O， slow slow， slowly slowly， slower slower， cow cow， 这是第二个地方了啊。Show show， 第三个方法去看表演。OK， 第四个方法 shower shower， shower shower， 啊 ，take a shower 啊 ，All right。有三张图可以概括这个画面。首先第一个图啊，第一个图是出去吹吹风，这是吹风，把风拿来吹，所以这个动作叫做什么？ OK， follow me， blow blow， 在 low 中心词前面加一个字母 b， blow blow。 第二个地方去农场啊，挤奶， OK， cow cow， 奶牛啊， cow cow。 然后呢，哎，下面这个是回家洗个澡吧，是吧？ sh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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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er， 当然你也可以去干嘛，看这个表演，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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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 alright，